请中委员嘉宾咨询。院长可以开始了吗？我要等一下，等一下好了。院长，你刚才备询的时候说要给台糖申复期，要晚十五天公布。我问哦，这个案子如果晚十五天公布，除了让国人晚十五天知道事实真相以外，会不会验出西布特罗？我只谈这个案子。好，这个案子我可以跟你讲，如果检查出来，十五分钟的时间而已，为什么要浪费呢？中央有没有验出西布特罗？这个案子晚十五天公布，会不会验出西布特罗？而且按照标准作业流程，当你检查出来有阳。有这个西布特罗后，应该在十五天内让台糖有申复复验，但是他没有照标准作业流程来做，而且他验出来的量是0.002 ppm， 是相当的低，极度的低。不要告诉我几 ppm， 有或没有，答案很清楚。那一块肉有，你们自己公布的，就是有验出来。那一块肉才有，其他没有。有验出来吗？我管你哪一块。那一块肉才有验出来。有验出来。好不好？那个实验室的肉验出来，你刚说台中的实验室污染、哦、以偏概全。你说台中的实验室污染是删去法，你是在参加百万小学堂吗？就是科学的推理啊，逻辑啊，那逻辑也没有，也没有按照科学证据，那我们谈什么？谈凭你个人的想法。所以你刚，我说明一下哦，就是当因为猪是统进统出的，所以一批肉如果说有西布特罗污染的话，那同批同品项的一定有些污染。那我们查过的所有的同批同品项并没有受到污染。来，你们呢？这就是科学。你验3%。最多这个跟3%没有关系哈，最主要是他同一批的肉是用同样的饲料，验了20%多。那同一批的，我问你的是验了20%多，国人有知道的权利。我想我们现在已经验了哈，4+12+17，已经17件了哈，已经足以证没有，这跟百分比没有关系。我想问20%多啊？没有，百分比没有关系。没有，我想知道。我今天问你的问题叫做，你讲的是外行话。所有的食安的检查就是用同批的样品来检查，你现在讲的是外行话。食安不是这样检查的。那请问验出第二包、第三包、第四包没有验出的话，如果有验出任何一包，任何一包，那现在验出了没有？我们现在除了那块肉以外，那个实验室那一包才有。委员，你这样你这样讲，我们没有办法讨论了。你不按照科学的，到目前按照逻辑推论，到目前为止都没有。再讲没有办法讨论。元素的微量验出的话，以后不用公布，你点头。所以你要修法吗？你要没有这样，没有这样。他说微量的话呢，可以不用公布哈，你再点头。你说我请问，未来修法的方向是不是如果验出？好，各位委员同仁跟大家报告两个重点。第一个重点，请尊重咨询委员。第二个重点，我们今天宴会专案报告。是用即问即答的方式进行，由委员跟官员共同使用询答时间，委员质询再由官员就质询的范围答复，因此委员跟官员之间基于互相尊重，共同遵守此项规定，好吧？非常谢谢徐委员巧心，也谢谢陈院长，谢谢官员，请中委员嘉宾质询。院长可以开始了吗？我要等一下，等一下好了。